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祈求主你圣灵配降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今天能够全神贯注的在你的身上。愿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请 Miriam、雅文和志清为我们大家领唱，让我们开口高声颂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有 Miriam、Yana 还有 Claire 为我们在这个早晨献唱神的歌曲，有请他们。拯救，你是我。
安息日平安，安息平安。欢迎我们的来宾以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欢迎各位来宾同埋在座嘅各位同埋网上嘅来宾。在这四福的安息天，圣日进入上帝的圣殿，真是福气。在这个安息日可以来到殿入边敬拜神，是十分之好的恩典。这里我有三项向会众报告，现在有三个项目要报告的。BC 省卫生局对 COVID-19 的最新指南说，教堂聚会人数必须限制到 50% 之内，除非所有出席的人都已完全接种疫苗。如果所有人都已完全接受疫苗，这准允许 100% 的人参加。但若你还未完全接种疫苗，我们建议你待在家里，不要来到教会聚会。你可通过 Zoom 参加我们安息日学，也可通过 Facebook 和 YouTube 观看我们的崇拜聚会。第二项，代教士和家人将以12月17日到30日休假，不在温哥华地区。如果你在此间有任何需要，请随时联系我们教会的长老，任何一个长老。第三项，如果列下希望收到今年的减税收款捐款收据，请在12月30日或者之前将你的捐款交给任何一位司库，就是 Alice、 Jennifer 和 Selny。 并且如果你曾经在这一年内迁移有新的地址的话，又想希望收到今年的报税收据，请立刻通知任何一位司库。好，三项项目是这样的。第一，若果你和你的家人有任何不适或生病不舒服的，麻烦留在家。可以在 Facebook 看到我们教会的直播啦。可以如果入教会范围内，请全程佩戴口罩，经常要双手消毒，同埋要同另外一家人保持至少6公尺人身距离。聚会结束后，请尽快离开教会范围，并避免无必要的社交活动。本会全球教会的官方声明，我们是鼓励负责任何人去接种这个疫苗的。在 BC 省卫生局 COVID-19 的最新指南，教会聚会人数必须限制在 50% 之内，除非所有出席者都已完全接种疫苗。如果所有人都已经接种了疫苗，就可以允许 100% 的聚会人数。因此，如果你仲未是完全接种疫苗，我们是非常建议你是留在家的，不要来教会聚会。你可以通过 Zoom 参加我们的安息日学，并通过 Facebook 和 YouTube 观看我们的崇拜聚会。第二项是戴教士一家将于12月17日至30日休假，不会在温哥华地区。如果你在这个时间之外有任何的需求，请随时联络我们本会的长老。第三项，如果阁下希望收到2021年的减税捐款收据，请于12月31日之前将你的捐献交给任何一位师傅。有三位师傅，一个是 Alice、Jennifer 和 Selny。并且如果你是曾经在2021年来搬迁过的，而又希望收到2021年的报税收据，请立即通知以上三位的任何一个师傅。现在我们要开始唱我们的开会诗。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唱我们的开会诗。光明美地，光明美地。我们一起向前跪下祷告。慈悲仁爱在天上的父，我们都跪在你的面前，在你的圣殿中，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慈爱，感谢你，你的慈爱直到永远。在此刻，祈求你赦免宽恕我们一切的不义、软弱、借点，赐给我们圣灵，能够胜过一切引诱，能够做一个得胜、为你荣耀的基督徒。在这时刻，求你的圣灵亲自临格在我们当中，亲自临格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使我们开门心门来听从你的话语。在这时刻，祈求你的圣灵特别与戴教士同在，恩膏他的口，说出讲出从你而来的信息，喂养我们饥渴慕义的需求。我们也记起那些心身或者灵性上软弱弟兄姐妹，你时时刻刻都陪着他们，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医治他们，照着你的旨意，使他们在你的爱中和慈爱中得到平安的喜乐。我们也记起在网线上观看崇拜集会的弟兄姐妹，你同样赐福他们，使他们得到你的平安和喜乐，得到你的福气。我们将这堂的聚会，
完完全全交托在手中 的手中，所以替我们祷告，宽恕我们的一切不义，切见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现在是奉献的时刻，今天的奉献是加拿大怜悯福林事工，我们请 Miranda 和恩静向会中收取十分一及落一间。今天的奉献是加拿大怜悯福林事工，有请两位执事。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慈悲仁爱在天上的父，感谢你是我们的供应者，你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使我们不致缺乏。也感谢你，只有你能赐给我们力量的菜的货财的资源。也感谢你，你保守，你赐福。在这时候祈求你赐福所奉献的十分一和若一间，能够适当的应用在这个加拿大怜悯福音的事工上，为人造福，同时也赐福各位热心慷慨忠心的弟兄姐妹。求你在你的爱中继续蒙恩得福，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现在把时间交给戴教士。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安息日快乐啊！安息日快乐啊！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又可以聚在一起来敬拜上帝。时间过得好快，我哋又可以聚集一齐，可以敬拜上帝。今天我的讲道题目是天感人应。今日大教士要分享嘅呢个题目叫做天感人应，意思就是说天感动人回应的意思。意思系个天感动人回应。那今天呢，我们会主要集中在圣经新约的那个《使徒行传》第八章。今天我们会是focus 在这个使徒行传八章里面的这个故事。那我就没有把章节打在那个荧幕上面。我们是并没有将这个章节打在这个荧幕上面。所以就需要大家准备你们的圣经了。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准备你的圣经了。请大家打开到使徒行传第八章。请大家打开《使徒行传》八章二十九节。那《使徒行传》的八章呢，第一到第八节呢，就说了一个背景。八章这个《使徒行传》是讲到一个背景的，就提到说
当然他从七章的后半部的时候呢，有提到说有一个人物叫做斯提凡的使徒。在这个章节之前的七章呢，是讲到有个人物叫做斯提凡的。后来他就被犹太人打死了。他被犹太人打死了。原因是因为他传讲耶稣的复活啦，他的信息。因为他那时候是传讲耶稣的福音和复活。那犹太教就认为说耶稣不是救主，那不要传他，他是疯子。犹太教是认为耶稣这个人是疯子，他们不承认耶稣的。所以呢，到最后呢，他们就捡起石头，就活生生把斯提凡打死了。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拿起石头，活生生将这个斯提凡打死。然后来到第八章的时候，就提到了一个人物。所以对，去到八章的时候，这里就提到这个人物，就是扫罗。这个人物就是扫罗。扫罗是后来呢，他这个是当然在第八章第头八节的时候提到的，是他还没悔改之前。头八章的头八节那段时是讲紧扫罗仲未悔改的时候。他是犹太教的一个很热心的法利赛人。他是犹太教一个非常之热诚的法利赛人。他也认为耶稣或者是基督徒呢，是一般的疯子，是一些的那个极端。他那段时都认为那班基督徒是一班疯子。那当这个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呢，他也赞成的。当斯提凡被人用石打死的时候，其实他那时候是赞成的。那当然这个扫罗就后来他在异象中见到耶稣之后呢，他就悔改了。当然他在异象中见到耶稣之后，他就悔改了。后来呢，就上帝把他改名字变成保罗。之后上帝就将他改名做保罗。那保罗也写了新约大部分 的书信。咁保罗亦都写咗新约嘅好多个书信，新约二十七卷书里面有一半都是他写的。新约入边嘅二十七卷书都系保罗写嘅。所以在他悔改之前，还没有看到耶稣这个异象之前呢？喺佢未悔改之前，未睇到耶稣呢个异象之前，他为他的犹太教很热心。佢为佢嘅犹太教非常热诚。所以呢，他也奉命要出去挨家挨户的把那些基督徒全部抓起来。他那时候也是奉命去每家每户将所有的基督徒捉，四处去逼迫教会，四处去逼迫教会。那当基督徒被这样子逼迫追赶的时候，当然就四处逃跑。当时的基督徒被他们这样逼迫的时候，他们都四处逃跑。但是呢，这些基督徒没有因为信仰被逼迫呢，他们就放弃信仰哦。那班基督徒是没有因为这样的逼迫而放弃他们的信仰。反而在第四节说些什么呢？反而在第四节讲什么呢？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地去传福音的道。第四节这里讲到那些人分散的人去到处去传道。所以当基督徒被逼迫的时候，他们没有放弃信仰，反而到处逃命，同时传扬福音。那些基督徒在逃命的时候，他们不单止是停止他的脚步，他们都是四处去传道。当中也包括了另外一个人物，当中也都包括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在第六章的时候有提到的七个执事的其中一位，名字叫做腓力的。在第六章的时候也都提到的这个执事叫做腓力。那他呢，在第五节也提到说他就去到撒玛利亚城去。第五节那里讲到腓力也都落了去撒玛利亚城那里，那向当地的人宣讲基督，在当地的人宣讲基督。那这个腓力呢，他在撒玛利亚的传道呢是非常成功的。这个腓力在撒玛利亚传道是非常成功的。如果你再从第五节到第八节，你会看到呢，他传扬福音的时候又有神迹跟着他。由第五章到第八节，你可以见到他传道的一个过程都是有神的祝福。那他一边施行神迹医病赶鬼，一边传福音。他一路传福音，一路赶鬼，一路医病。那圣经提到说，哇，那整个撒玛利亚的人因为他的道呢，他们非常的有兴趣在听。因为他这个所有的行为，当时的人都非常之有兴趣听他的道。
那他在撒玛利亚传道呢，得到空前的成功。他在撒玛利亚的当地得到非常成功的传道。可是在后来的时候呢，在去到二十几节的时候呢，但是去到后面的二十几节之后呢，当他在一个地方这么成功的传福音的时候，神却给他一个新的命令。当他在当地这么成功的传道的时候，神有一个新的命令给他。神要他离开这个成果丰硕的那个禾场，要去到旷野当中。神要他离开这个丰盛结果的地方，要去到去，要派他去到一个旷野那里。上帝竟然要他去向一个人传福音。神竟然要他去向一个人传道。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没有说不开心。他这个时候没有说他不开心。没有灰心。亦都冇灰心，他没有埋怨神，冇埋怨神，没有跟神争论为什么要离开这个撒玛利亚传道传得这么好的地方，亦都冇同神争论点解要佢离开呢一个咁丰盛传道嘅地方。反而他是非常的顺服，他听了神的吩咐。反而佢非常之顺服喺神嘅呢一个命令入边，所以他就去了这个旷野去找这个人。所以佢就去到旷野去揾呢个人。啊，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八章二十六到三十九节这个记载，我哋依家睇八章二十六至三十九节睇讲紧乜嘢？啊，这个二十六到三十九节就是我今天的重点啦。二十六至三十九就系今日大教士要讲嘅重点。二十六节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二十六节讲，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廿七节讲，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亚伯人，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亚伯女王干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回程中，他坐在车上，正念着以赛亚先知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靠近那车。”他回来的时候在车上坐住，想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就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三十节就说，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正在念以赛亚先知的书，就说：你明白你所念的吗？腓力就走去过太监那里，听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明白呢？于是他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说：没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这段那段经文是这样：他像羊被牵去宰杀，又像羔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所念的那段经文是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呢，得不到公义的审判，谁能诉说他的身世？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回答腓力说：请问先知所说的这一位是指着谁呢？是指着自己还是指着别人呢？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谁呢？是指自己啊，定是指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段经文开始对他传讲耶稣的福音。腓力呢就开口从这个经文上对他传说耶稣的福音，耶稣的福音。二人正沿路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有水，有什么能阻止我受洗呢？对。二人正往前去，到了有个有水的地方，太监就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任何妨碍呢？
37节，于是他吩咐把车停下来，腓力和太监二人一同下到水里，腓力就给他施洗。呢度佢哋吩咐架车停落嚟，腓力同太监两人就落水去，腓力就帮佢施洗。他们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再也看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上路。从水里上来，主的灵将腓力提了去，太监再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的相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的相遇。上帝让腓力有机会去接触一个外邦的一个信徒。神令到腓力可以去接触到一个外邦的人。那很明显的，这个太监呢还不是基督徒，因为他还不认识谁是耶稣。很明显地，这个太监还未是基督徒，他是未认识神的。可是他在路上竟然读着以赛亚的书籍。但是很出奇的，他在他的路上是读着以赛亚书的。那从这个26节到39节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五个重点。26节到39节，我们可以看到五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说，圣灵呢能够拣选他的工人。第一个重点是圣灵拣选他的工人。第二个重点就是说，圣灵会选出他要动工的人。第二，圣灵拣出他要动工的人。第三，圣灵带领两个人相遇。第三，圣灵带领两个人相遇。第四，圣灵带领他们能够有机会对话。第四，圣灵带领他们有对话。第五，就是圣灵能够带领人做决定、做决志。第五，圣灵是会带领人去决志的。那我们会一个一个去看每一项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功课。我们是每一项去看，我们可以学到什么。首先我们看第一，圣灵拣选他的工人。第一，圣灵拣选他的工人。那有时候呢，上帝可以借着他的传道人，全职在做传道 的牧师啊、教师啊这些。可是呢，通常上帝是通过平信徒传道的。有时神系会借着传道人，例如牧师啊、教士啊去传道嘅，但系多数神都系会用平信徒。就是因为上帝能够通过平信徒呢，福音才能够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就传遍了当时候的犹太 的四周围。就是当时第一次用平信徒才可以传满晒当时的整个地方。那也成为我们今天基督教是世界第一大宗教。所以成为现在第一大的宗教。那基督教能够这么短的时间以内可以传得这么广，就是因为靠着平信徒的努力。是基督徒在一个这么短时间可以变成一个这么大最大的宗教，是因为通过平信徒。那到底人非信徒他们是如何来到主的面前的呢？那些非信徒是怎样来到主的面前呢？那谁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布道家传道人呢？哪个是世界上最好的布道家呢？那我还记得我们自己还在用 Zoom 聚会的时候呢，我请了一个安德烈大学的同学来讲道。当时我们用 Zoom 开 worship 的时候呢，大教授有请过安德烈大学的一个guest 来帮我们分享的。那他也提到这个资料，这份的资料。他都提到里面一些这样的资料。这份资料是根据我们安德烈大学的其中一个教授所做的调查，是根据当时安德烈大学教授一个的调查。他说人们能够来到教会与耶稣建立关系的几率是怎么样的。他调查的项目是人们来到教会与耶稣建立关系的比率是多少呢？比如说外面的那些没信主的人，他有特别的需要呢，只大概是占了来教会里面的人数的1-20%。出边系有需求嘅特别需求嘅人嚟到教会，其实得1-2% 嘅啫。自己可能开车或者走路经过教会，一看到教会，然后走进来的那个几率只有2-3%。咁自己揸车或者行入嚟嗰啲咧，其实得2-3%。传道人去接触的，就传到自己去接触的，大概是5%-6%。传道人自己去接触嘅。得5-6%。那如果是有接着探访的，1-2%。
探访的是 1-2%。 通过安息日学能够带领到人来教会的只有 4-5%。 通过安息日学的 4-5%。 那通过布道会只有 1%。 通过布道会的是只有 1%。 当然这个好像是蛮低的，都挺低的。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要停止做布道会，但不代表我们要停止做布道会。我们要用的是另外一个方法，如何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参加布道会。我们是要用另外一个方法去令到更多人来参加布道会。这个是将来我有在经过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会再跟大家分享。将来会有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将会再讲解这个方法。那接着教会的活动，以来到教会的呢大概是 3-4%。 经过教会活动的是 3-4%。 令人惊讶的就是借着朋友亲人我们邀请他们来到教会的竟然是高达 75-90%。 非常之惊讶的竟然是由我们邀请我们的朋友和亲人来的，竟然高达 75-90%。 换句话来说，大部分来到教会有机会跟上帝建立关系的都是因为我们邀请他们。那即代表那些大多数的来到教会来接近神的都是由我们去邀请我们身边的人。然后人们在做决定要加入我们的复灵教会之前呢，通常会受到一些什么因素 来受洗呢？这里也列出了一个系列。那那些人在决定加入复临教会前会有以下这些因素影响的比率是。在富林家庭里面长大了占了 59%。 在富林家庭里面长大的是有 59%。 所以不要小看家里面 的孩子啊、父母啊、弟兄姐妹啊认识主的机会。所以不要看小在家里面兄弟姊妹认识主的机会。我之前在 Zoom 上面也是有讲到说我的孩子啊，他们也是因为，当然包括我在内，也是因为我的父母来到教会，而我们也受影响，也来了教会。大教士之前都分享过，他屋企都是他的父母认识神，令到他下一代都是在神入边嘅。而我们又带我们的孩子，三个孩子也在教会里面认识主。他都带他三个的小朋友都在神入边长大。我的大女儿跟我的儿子已经受洗了。大女同埋佢个仔都已经受洗。我的小女儿 Miriam 刚才有领唱的那个，她还没受洗。啱啱领唱嗰个 Miriam 佢仲未受洗。她也查过经了。佢已经查过经了。本来两年前她已经想受洗了。本来两年前佢已经想受洗啦。那个时候我们参加全球的金玻璃大会，就是那个 Pathfinder Campery。当时参加嗰个 Pathfinder 嗰个 camping。那，后来。我的儿子就在那里做决定要受洗。当时他的仔在那阵时决志受洗的。可是我的小女儿她不知道，因为没有人，没有身边的教会的朋友没有跟她说，所以她就来不及受洗。当时是没有人去跟她的小女讲这件事的，所以她是不知道的。那她最近也有跟我说她要受洗。最近她的小女都跟她讲话她想受洗，所以我会安排她明年受洗。她会安排她明年受洗。那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张家的孩子，王家的孩子也从小也来教会，也是这样子透过家人而认识主的。我们看到座下的张家、王家，他们由小到大都带他们的小朋友来这个神的家庭里面长大。那我们的朱弟兄、朱华峰弟兄也是因为太太的缘故接触了我们教会，现在在查经。在下的朱华峰弟兄，朱华峰的一家人都是经过太太他们认识到来到这个教会。那 Brian 也是因为父母是基督徒，本会基督徒。也都 Brian 也都是他爸爸妈妈都是本会基督徒。那杨医生也是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杨医生一家他们都是父母都是我们教会的信徒。当然还有包括你们三姐妹也是因为妈妈 是教友啦。我其实是我读三育学校。哦，是你先接触的。对。哦，原来是他带领了他妈妈跟他两个妹妹来教会。哦 ，OK OK。好，那大部分我们这里呢，都是因为家人缘故而认识了主，然后做决定来接受他为个人的救主的。
所以我哋都系经过我哋身边嘅朋友、我哋亲人嚟到接触到神嘅。所以透过朋友、亲人也有58%。透过朋友同亲人都有58%。哦，阅读书籍、期刊啊，其他的本会的教会书籍也有49%。阅读我们的书籍啊、期刊啊、其他文章呢都是有49%的。那接下来他说，诶，接着一系列的公众布道会也有36%哦。接触到一系列的公众布道会都有36%。所以布道会如果用得正确的话，是能够帮助到非信徒做决定受洗的。如果布道会用一个正确的方法，是可以令到平信徒来到决志的。特别是他这里提到的是一系列，不只是一个晚上或者一天两天的那种，是一个系列的。这里提到是一个系列的程序，而不是一次两次的接触。那家庭查经有34%。家庭查经是34%。传道人的探访也有20%。传道人的探访有20%。传道人能够在探访的时候帮助他们做个决定受洗也是 蛮有用的。传道人的探访令到对方是决志的这个%都是很有用的。还有一些基督教的电视啊、电台节目啊，有20%。基督教的电视啊、电台啊、节目啊，那些都非常有效的都。圣经的函授课程也有19%。圣经的函授课程都有19%。当然靠着网上的材料而决定受洗呢，就比较少，只有7%。经过网上材料的来决志受洗的就比较少了，7%。那其他方式的呢也有22%。其他的方式也都有22%。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谁是世界上最好的布道家，谁是世界上最好的传道人呢？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些数据里面看到谁是世界上最好的布道家、最好的传道人呢？答案就是你。答案就是你。所以千万不要只是靠带教士一个人传道，所以不要只是靠带教士一个人传道。我也一直的在强调我们要大家一起传道，带教士都一直强调我们要一起做工，一起来传道。那两年前我们在这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也有强调这一点。两年前在这里见面的时候，带教士都有强调这一点的。我用了一个比喻，当时他用了一个比喻，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用那个羊的比喻了，还记得？有谁记得吗？当时他用了一个羊的比喻，大家记不记得？有谁记得吗？我讲了什么？没有错，牧羊人不会生羊，是只有羊才能够生羊啊。牧羊人是不会生羊，羊才会生羊。换句话来说，当然我并不是说我完全什么都不做，我不带领人受洗，我也不带人查，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不是说他不会去帮人受洗，不会帮人揭穿，不会去做工，他的意思不是这个。如果你单靠我一个人，最多加我太太两个人，要我们去你的家去探访你的家人，那些还没信主的，然后让他们来教会来信主，那个几率是非常低的。如果要带教士一家再加上他太太去你的家，去你的亲人或者你的朋友圈，去邀请你的朋友和你家人来决志的，个比率是低一点的。但是如果你们自己亲自去邀请他们来教会，让我们弟兄姐妹认识他，不只是我，也有其他人一起认识他，那个几率就高了很多了。如果是你亲自去邀请他的亲朋戚友来的话，那个比率是高一点的。那圣灵拣选他的工人的第二个重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通常是那些已经在神的工厂里面啊，神的那些禾场上面很积极工作的人。咁神会拣选嘅工人嘅第二点咧，就系嗰啲已经喺神嘅工场内积极工作嘅人。那我们之前有，我有分享过，也有邀请过一个在非洲做医药布道的一个医生，在网上讲到，大教士都邀请过一个在非洲做医药布道士的一个人分享。他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他是范少良医生。
大家仲记唔记得佢叫范少仁医生？他的一生里面，他也影响了很多人信主。佢一生入边系影响咗好多人信主噶。他是以他的美好的基督徒品格。佢系以佢美好嘅基督徒品格。啊，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他，我所知道，他影响了不少人。佢已经影响咗不少嘅人。我还记得 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传道的时候。佢有一次喺马来西亚传道嘅时候。有一个家人哦，一对夫妻。有对夫妻。我邀请他们查经，他们不要。大教士邀请他们查经，他们不要。后来呢，有另外一个在教会里面比较，我忘记是不是范少良医生，还是他，还是另外一个医生，我忘记了。那也是很热心在做传道的。当时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之热诚都是做传道的人。所以他不是全职的传道人，他本身也是一个医生。他不是全职的传道人，他本身是一个医生来的。但是平时他有时间的时候，他就 会做传道工作。但他平时的时候，他就会去做一些传道的工作。邀请人查经。邀请人查经。然后在小组里面很热心。在小组里面非常热心。后来这个医生邀请这对非信徒的时候，他们就接受查经了。当时这个医生邀请这两对夫妇呢，他们就来查经了。可能有一些非信徒，他对于传道人跟他查经，他可能会有压力。可能一些未信的人呢，他们如果是传道人，他们是会有点压力的。就比如说最近呢，我尝试要接触Daisy 的朋友。所以大概是这排会经常接触 Daisy 的一个朋友。那我想要有机会去好好认识他，然后邀请他查经。好想好好认识呢Daisy 嘅呢个朋友，好想邀请佢嚟查经。可是他不敢，他不敢跟我见面。佢唔敢同大教士见面。那我就没有办法见面，我没有跟他没有办法跟他建立关系，我就没办法邀请他查经啊。咁佢冇机会见到面，亦都冇机会同佢建立关系。或许这个是神的一个暗示啊 ，Daisy， 可能你就是最适合跟他查经的人。可能这个是神的暗示，你Daisy 你可能是要帮他查经的人啊，或者是可能是你人家说子什么子承父业，他是女承母业。可以翻得到吗？可能神有可能神会有一个指定的人传道给他。那如果说我不会帮人家查经，如果你说我不懂帮人查经呢，没关系，我可以教大家。没问题，大教士是可以教你的。那我们大家都是从不懂开始学习的。每个人都是由不懂开始学的。我以前，我还没读神学之前，我就已经 在马来西亚 做传道嘛，在区域里面做传道，我讲到有提过。他一开始没传道的时候，他就在马来西亚里面帮手的。那有一次突然间，我的带着我的那个 说师父跑了啦。当时大教士一个带他的师父呢，他就说你可以上台讲道了。你是时候上台讲道了。但是我没学过讲道法。但是他是没学过讲道的吧。讲道到底是怎么样我也一窍不通。当时他讲道都是一窍不通的。他就教我很简单的一些方式要写前言，然后本论，然后结论，这样子。他就教他一些方法怎样去做一个讲道的编排。那短时间内我就要上台去讲道。在短时间里面他就要上台讲道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讲道的时候会众的反应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他还记得他第一次上台讲道的会众的反应是怎样。那天讲完道之后我下来的时候呢，他讲完道他落台的时候的人怎样呢？有一个教友就跟我说，有教友跟他讲，哇 你在台上讲道我们很担心啊。你在台上讲道，我们在台后为你担心。我们不知道你下一句要说什么，你感觉好像说不出口。我们很怕你下一句不知道想讲什么，好像要讲不出口这样。第一次讲道嘛，没有经验嘛，当然是拉拉咔咔这样子，就断断续续嘛。他第一次讲道就当然是拉拉拉拉咳咳啦，不是很流畅。那后来又有机会跟人家查经了。当时之后就有机会跟人查经了。我查经也是从来没有人教过我。查经也都是从来没有人教过大教士的。当然我就跟着传道人去帮人家查经。他就跟着传道人
帮啲人传道一齐。他完全没有教我怎么样查经。佢系完全冇冇人教过佢点样查经嘅。我自己观察。佢自己观察。他分享些什么？他讲些什么？对方嗰、个教士、那个传道人讲啲乜嘢？分享啲乜嘢？那他用些什么材料？佢用啲乜嘢材料？那我就从中，我就自己要吸收。佢就喺从中自己去吸收。后来我有机会可以自己找到人查经。终于佢自己揾到人去查经。我还记得有一个跟我查经的人。佢仲记得有一个同佢查佢帮佢查经嘅人。我去他的家查经。佢去佢屋企查经。查到一半的时候呢，他竟然。佢查到一半嘅时候。在我面前睡觉。在他面前睡了觉、哦、我在那边讲，我心里面想，糟糕，我的分享这么差劲吗？他竟然睡着了。 他当时说、啊、死了，我的分享这么差吗？他竟然睡着了。他当着我的面睡着、欸、他当着我的面睡着了。我就想，我到底应该要继续讲呢，还是要等他睡醒了我 才讲呢？他在想，我究竟要继续讲呢，还是等他睡完我才讲？一方面我又不知道他是真睡还是假睡，你知道吗？我又不知道他是真睡定假睡，所以我就他有他睡，我有我讲，那就他有他睡我有我讲。后来我当然想明白了为什么他会这么累、之后他就明白为什么他会这么累、因为呢他是做小贩的，因为对方是做那些小贩，他要在早上的时候在那些餐厅里面，他卖好像是不鸡肉还是鸭肉那类的，他是在早上在那些餐厅卖那些、鸡啊羊啊鸭啊鸡饭鸭饭那些鸡饭啊鸭饭那些。所以呢他可能三更半夜就要起身要做准备，然后早上就开市嘛、他可能是三更半夜就要起身去准备所有这些东西。那去到下午的时候呢，他放工回来已经很累了，所以他下午放工之后就非常累了。可能我选的那个时间不太适合，可能他选那个时间不是那么适合，可能是那段时间他回来他是应该要下午可能是要睡觉的时间，可能那段时间他是要睡觉休息的时候。所以不懂得跟人家查经没关系，慢慢学，不懂帮人查经不要慢慢学。那感觉做得不好没关系，不要灰心，觉得做得不好不要紧，不要灰心。我的讲道也一段时间也是被人家批评讲到非常糟糕非常差，以前大教士都被人批评他讲到非常之差非常糟糕。那 有人 要建议我的名字说，不如请这个人来这里讲道吧，有人建议他教会讲道，有人说 建议说不如请他来、去来讲道啊那些这样。那教会里面 却拒绝说不行，这个戴选文没办法讲道。教会就拒绝说不得，这个、大弟兄不啱讲道。那 也用了很多很多时间我才学会讲道。所以、大教士是用了很多时间才学习了怎样去讲道。其实我也没有学，没有学会，是突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自己却懂得讲道了。都不是说特别、去怎样学，都是突然间开窍、知道了应该怎样去讲。我认为是上帝给的一个属灵恩赐，就突然间可能有一些某一些的经历之后就突然间会讲到了。他想这个是神的一个属灵恩赐，突然间开通了这条路给他。所以回到来这里，通常神会拣选那些本身在神的合场里面已经是很积极 在做工的，帮忙教会的啦什么的。所以神是会拣选那些已经在神的工场里面很积极做事的人，就好像这个第八章里面的腓力一样，好像第八章这个腓力一样。腓力看起来好像是管那些饭食的、啊、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提到七个执事嘛。你们可以见到腓力 是管那些汁、饭食、饭食的、因为那个时候教会里面 有冲突嘛，所以有不公平的事情。当时教会有那些中冲突、不公平的事、是有关于吃饭、寡妇、孤儿寡妇吃饭的问题，关于寡妇、孤儿、吃饭那些问题。那因为传道人 要专心做传道，所以就建议了教会选出七个执事来帮助教会的工作。当时的传道人因为专心传道的工作，所以就选了这个七个执事来、负责这些东西。之前的讲道有提到他们当中所选的有三个重点嘛，他当时选了三个重点：智慧充足、智慧充足、
然后还有什么啊？要有好名声，有好名声。还有呢？圣灵充满，有圣灵充满。之前我就提过说，哎，智慧充足，有好名声，为什么需要？点解需要名声好同埋智慧充足呢？因为智慧充足，可能是因为他要懂得这样子处理这些事情。佢要知道点样去处理一啲问题。然后要好名声，所以可能他做起事情来不会不公平，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咁好明星就系佢当佢喺度处事嘅时候唔会偏袒另边一方。后来我提过说，诶，我不知道为什么管饭食的还要圣灵充满。佢喺度谂点解管饭食嘅都要圣灵充满。后来那天我分享了之后呢，我回去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还要圣灵充满？佢嗰日分享完之后就翻屋企喺度谂，点解管饭食都要圣灵充满？对啊，管饭食好像一个小事嘛，为什么要圣灵充满这么重要呢？管饭食好似一件小事，点解要圣灵充满呢？后来我觉得神给我光照，给我明白它当中的原因。神就俾佢知道咗点解啦。因为执事不只是管饭食这么简单。因为执事唔系净系管饭食嘅。不单止他们要公平公正。佢哋唔单止要公平公正。不单止他们要有智慧，知道这样子处理各种嘅状况。佢唔单止有智慧去点样处理事务。他们也需要有圣灵跟他们同在，懂得如何鼓励那些孤儿寡妇。他们也需要有圣灵充满，去知道怎样去鼓励那些孤儿寡妇。因为当时候的基督徒是受逼迫的。因为当时的基督徒是受逼迫的。可能他们在生活上非常不容易，可能会容易沮丧灰心。可能当时他们在生活上是非常容易沮丧的。而只是 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职位，他要用神的话去鼓励他们。所以当时的执事是非常需要圣灵充满，去用神的话语去鼓励他们，让这些孤儿寡妇能够继续的依靠上帝，令到这些孤儿寡妇可以继续依靠神。那如果我们看回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你看第五节和四十节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回《使徒行传》八章第四同埋四十节是讲什么呢？第五节就说到腓力下到撒玛利亚，然后去传扬福音嘛。五节讲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而四十节呢，就说到呢，他又走遍那个地方，那个，除了刚才那个跟那个太监相见以外，他又被圣灵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亚索的地方。佢呢度除咗头先佢带嗰个见太监嗰个地方之外，佢又带咗佢去另外一个地方，嗰个地方叫亚索。而腓力就在那一带又在到处传福音，走遍那地方，在各城传扬福音。咁腓力佢亦都系走遍嗰度嘅所有地方，喺各城宣传福音，一直到凯撒利亚，直到该撒利亚。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执事不只是管饭食，所以我哋睇到执事唔系净管饭食嘅啫，还要传福音，仲要传福音，因为传福音才是他们的正职，传福音系佢哋嘅正职。那后来，刚才 有提到，就是他跟那个太监讲解圣经之后，后来做了什么事情啊？他刚才跟个太监讲解圣经里面之后做了什么呢？那个太监表达说他想要受洗，他要接受耶稣为救主。个太监当时是说我要决志接受神。而腓力就让他后来走到一个 有水的地方，他们就马上这个腓力就帮他施洗了。腓力就他们当时走到有个水的地方，腓力就也可以帮人受洗。根据圣经执事都是可以帮人受洗的。事实上圣经没有讲说有哪一些人不能够帮人家受洗的。其实圣经里面是没有说哪些人是不可以帮人受洗的。但是来到我们今天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但是来到今时今日的情况有点不同。为什么现在我们好像我们都没有允许教友受洗呢？我们好像不容允许教友帮教友受洗呢？尤其好像特别有一种感觉，就是只有按手的牧师才可以帮人家施洗。好像只是可以按手的牧师才可以帮人受洗。原因是因为圣经时代跟我们现在时代有不同。因为当时圣经时代跟我们现在的时代有点不同。圣经的时代呢还没有教会组织。圣经时代还没会有教会的组织。今天我们有教会组织。现在我
需要有规矩。当教会组织起来的时候，就需要有啲规矩。你想象，如果任何人就随便帮人家受洗，然后就说他们是基督妇女安息日会的信徒，可能会造成很多问题。如果随便一个人话帮嗰个人就可以受洗的话，咁就会好多唔同的人就做一啲混乱。可能这个人是相信那个什么创造进化论的。有些人可能是相信创造进化论，就是把创造论跟进化论结合在一起。那如果教友就随便帮人家受洗的话呢，万一他们信的是这样的东西来到教会里面，那道理不是乱七八糟了吗？假如你帮他受洗那个人他是进化论和创造论是结合在一起信这一套的话，来到这个教会，那就很乱咯，这个宗旨。如果教会里面没有监督的这个工作的话，如果教会里面是没有监督的工作的话呢，可能任何人会信各种各样不同的道理，可能每个人都会信不同的东西。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教会为了就教会组织为了教会能够保持信仰的一致，教会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个信仰的一致，那就规定说，哎，最好是要有经过传道人的审核啊、查经啊，好那一类，不一定要传道人查经，可是要有传道人的审核。所以需要经过传道人一系列的查经，咁样先可以去受洗。有人受洗要经过教会，要经过传道人去看 O 不 OK， 他在信仰上所被教导的是跟我们教会是一致的吗？传道人就会去评估这个人究竟他所得到的知识同埋佢信嘅嘢系咪同我哋嘅信仰系一致嘅。所以呢，就为了这些的缘故呢，有教会组织的缘故呢，教会就规定在某些人可以帮人家施洗。所以有教会这样一个组织的规矩下呢，所以就要特定的人才可以受洗了。当然教会组织里面也没有说没有按手的牧师不能够帮人家受洗。教会其实也都没有讲过未按手的牧师是不可以受洗的。做法就是什么呢，我们比如说我啦，我是还没按手的嘛。但就是还没按手的。如果有一天比如说明年有人要受洗的话，可是我又不是按手的牧师，那怎么办呢？假如听明年有人要受洗，咁佢又未按手，咁点样呢？那我可以向区会询问，有这种状况，那是否区会能够授权给我帮人家施洗？咁呢个时候佢就可以问总会授权呢一件事，区会区会去问呢件事，授权令到佢可以帮呢个人受洗。那这个也是在教会规程里面有规定的，这个是教会的规程里面都有规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当区会觉得 OK 的话呢，他就可以授权 给教士，甚至是可能长老也可以的。那如果在这些这样的情况下，区会是知道的，他也都是有可能授权给未按手的教士，甚至是长老的。甚至我知道 有一些教会，有些区会也会授权给普通教友，好，他可能帮那个人查经的，也授权给他可以帮那个人施洗。咁佢会喺特别嘅情况，譬如都会俾嗰啲信徒去帮另外嗰个未信嘅人受洗，因为系佢帮佢查经嘅。当然前提还是要牧师经过去审核，这个非教友是否有正确的受到教导。要确定呢一个非教徒系有接受正确嘅教导。这里呢，我马来西亚在我槟城的家乡有一个我蛮佩服的一个医生周友义医生。这个是大教士非常佩服的一个人，在槟城的一个周友义医生。他是儿科专科医生。儿科专科医生。那他在槟城呢，他有建自己的儿科医院。他在槟城会建自己的儿科医院。那他在好几年前，我看是大概十年前吧。大概十年前之嘅时候，他本来在这个海边呢，他就买了一块地，他要建他的第二间的儿科医院。佢喺呢个地方系想买咗块地，想建佢第二个儿科医院。后来就请了那些叫什么 contractor 叫什么承包商，承包商就做了规划什么的，就开始动土要建医院了。咁佢就请咗一个公司系嗰啲承包商嚟建筑呢块地啦。后来在建这个医院的当中的时候，在建这个医院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天，有一日，圣灵感动他说，不要再建医院。圣灵感动他说，不要再建医院了，把这个地方转成教会，将这个地方变成教会。他听到这个圣灵的声音之后，他马上响应。他听到这个圣灵的呼召的时候，他即刻响应，马上通知那承包商停止那个动工。他即刻通知那些承包商立即停工，重新做规划，把这个地方设计成是给教会用的，重新规划这个地方给教会可以用的。这个就是后来建成了，成为了一间教会，叫做 The Lighthouse Church。这个就是当时转了的建筑的教会，就是 The Lighthouse Church。那很有特色的，非常有特色，也非传统的教会，非常传统的教会啊，非传统啊，非传统的教会。那旁边就是海边嘛，旁边是海旁啊，它的教堂是在应该是在这里里面的，在这些树丛的入面。这里呢，它现在变成，以前是它的家，这里是它以前的家，现在它把它变成度假村。他把它变成度假，变成度假村，里面有泳池，入边有泳池。它的设计就好像在巴黎的那个度假村一样，佢设计到好似喺巴黎一个度假村咁样。所以会有很多游客来这里租他地方度假、游泳、去出海。所以有好多旅客嚟租佢呢个地方嚟出海嚟度假。旁边就是教会，隔篱就系教会。他后来还在这个教会里面呢。还设立了一个特殊的学校，他在这个教会里面还设立了一个特殊的学校，是 homeschooling 的，是在家，所谓的在家学习的，但是他们是一般的来这里 上教育，不是去一般的政府学校的。他们是属于 homeschooling 的，是在家学习的，就不是属于政府。这个是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的敬拜聚会，这个是他们安息日敬拜的景况。这边旁边好像是现在已经建成，好像有一个感觉，好像 一张床在那里，那叫可以睡着在那边听讲道的，很特别的。在这里隔离有个位置是有张床，你可以睡在那里听到的、哦、那非传统的一个教会，是一个非传统的教会。但是这个周游医生本身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基督徒，这个医生本身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基督徒。在我所知道，这个已经是第三间教会他建立的，这里已经是他所知的第三个教会他建立的、啊、是他最大间的教会，是他搭建的教会，最大间，最大间的教会。那他自己也请传道人，他自己都是、做传道人、请传道人、啊、当然还是会透过区会跟他合作，因为他有钱嘛，他请得起传道人、哦、他是跟区会合作，所以他请得起、传道人。那我以前也跟他，我曾经在他的医院里面工作过。他大约是曾经在他的医院做过嘢。他常常生病的。他成日病。因为他很拼搏。因为他很薄。他每一天很努力的工作赚钱。他每日都很努力地赚钱工作。但同时他也很努力地传福音。他也都很努力地传福音。到处建教会。到处建教会。然后有小组。有小组，门徒训练，门徒训练。他的五个孩子都是五虎将，都是教会里面非常热心 的教友。五个仔都是非常之教会的猛将。那他五个孩子里面，我所知道的好像两个是三个也是步他后尘，也是当医生。三个当医生。他所知他两三个仔都好像是做了医生的。那三个当医生里面，三个也是非常教会里面非常热心。他这几个孩子都是非常都是非常之热心的教友。那其中一个儿子还曾经想说要出来做传道的，全职传道的。有一个仔仲话佢想立志嚟全职做传道嘅。那当然，爸爸就跟他说：你就当个医生，你有一技之长，然后同时也积极做传道。他爸爸就建议他说，你有一技之长做医生，你同时也都可以传道。当然周医生本身也曾经跟我说过，他也想要全职出来做传道。这个周友仪医生也都是有跟大友士说过，他想全职出来传道。但是容不容易呢，就可能就未必这么简单。容不容易，那就可能没那么简单。因为他有医院要打理，他有好几间的诊所要打理，所以没有这么容易能够让他脱身可以出来做传道。他有很多间医院，很多间诊所要他去 handle， 所以他可能没那么容易脱身。那他是一个，虽然说他常常生病，可是因为我看到他的那种的献身呢，我就非常的佩服。
虽然佢成日好病，但系见到佢好热诚，即系佢嘅献身，佢非常之感动。当我有机会从不同的国家哈、啊、有做一些福音短宣的时候，我会带我的教友去他教会去看。如果到时大教士会负责嗰啲世界各地嘅短宣嘅话，我哋可以带去佢嗰度参加佢嘅做去参观，去参观佢哋呢个地方。那我据说我们教会当中有好几个人很喜欢吃榴莲的，对不对？我知道我们教会最后都很多人都喜欢吃榴莲。那我就开玩笑说，等这个疫情过去了，或许我们组一个团，榴莲团一样。可能 pandemic 之后，我们去做一个团叫榴莲团。同时也做一些的福音短宣。同时做一些福音短宣。我可以带大家去我的家乡槟城吃著名的榴莲。带大家一起去佢嘅家乡槟城去食好有名嘅榴莲，同时去观看一些的教会，他们的做的这些方式等等，同时去参观啲教友做嘅佢哋嘅服事。我们可以做一些布道的工作在那里。我哋可以做一啲布道嘅工作喺嗰度。第二点，圣灵选出他要动工的人。第二，圣灵拣出他要动工的人。有时是借着陌生人，但通常都是某位你认识的人。有时是借着陌生人，但是多数是某位认识的人。就好像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呢，这个腓力跟这个陌生人是接触的。好像第八章有讲到腓力跟这个陌生人的这个接触一样。有时候圣灵会透过你去接触一个可能你不认识的人，但是那个人可能需要认识真理的。圣灵可能会灵力去同一个不认识的人去接触，因为这个人是有需要的。我记得我在马来西亚还没有读传道之前，那个是95到98年之间，那三年里面呢？大教士在95至98年之间未读传道之前呢？那其实我要做的就是文字布道的工作，是做一些文字布道的工作。我要去到社区去卖书籍，要去设计去卖书籍。有一次我去到一个大厦，他去到一个大厦的时候，那就去到那些办公室，我就敲门。去到一些办公室，他就敲门。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有另外一个同事跟我一起的。他当时有一个同事跟他一起，那进去我就照常介绍那些书啊，就 卖那些书给他。他就平时这样去 promote 他的书。然后 对方做什么工作我已经忘记了，他是一个人在那个办公室里面，一个妇女。当时是一个妇女坐在一个办公室里面。那当我们他要买，他也有兴趣买这些书，我们要做结账的时候呢，突然间圣灵就给我一个感动。当他要买这些书的时候，结账的时候，圣灵就有一个感动，就要我问他住在哪里。圣灵就令到大教士有一个感动，是要问这个女仔女士她住在哪里。我就心里面想，我才认识她没几分钟，就突然就问她住哪里，好像有点有些 很突然吧。她就觉得圣灵突然间要我这个人，我先识了几分钟，突然间要问人家住哪里，好像有点突然。可是那个圣灵感动是非常强烈的。那个圣灵感动的是非常之强烈的。那后来我就顺服了，我就问对方。顺服。就问他。你是住在哪里的？你住在哪里？然后他就说，我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区。他就告诉他住在某个地区。突然间圣灵跟我说，就催促我说，跟他说，我们在那个地方有教会的小组。圣灵又催促，大教士同佢讲话，佢住个地方系有我哋教会嘅所在地。那我也听了圣灵的这个催促，我也跟他说，我们在你那一带的地方有小组。咁大教士就顺服圣灵所讲嘅，又同佢讲话，佢所住嘅地区系有我哋嘅服事小组。后来圣灵又在催促我，感动我说，问他有没有兴趣参加我们教会的小组。圣灵又催促大教士去问他有没有兴趣参加这些服事小组。那我又问了。那大教士又问了。后来圣灵又在说，问他这个星期有没有兴趣就来我们的小组。圣灵又再催促问他，这个女士这个礼拜有没有兴趣参加我们的小组。哇，我的内心在挣扎，我刚刚才认识他几分钟呢，又要问他住哪里，要问他有兴趣来小组，而且还说这个星期来我们小组，会不会太快了一点啊？谈恋爱也没这么快嘛，对不对？佢喺度谂我，哇，识咗几分钟，又问佢住边，又问佢要唔要参加小组，仲要呢个礼拜。那后来
挣扎了之后，我还是顺服，我还是问了他这句。他挣扎完之后，他都顺服，他都是问了。原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本身也是基督徒。原来他先知道他本身都是基督徒。他本身有追求。他本身是有追求的。出乎我意料了，他竟然一口答应说，我这个星期就来教会，来小组。出乎意料，他就立刻答应说，好，我这个礼拜来这个小组。可是他说我没有交通。但是他说他没有交通。我就说我们安排交通来你家载你 去小组。有时就我们安排车来你家接你去。后来真的那个星期之后我们去到他家、啊、就那个时候是我的师父跟我就开车到他家就载他去小组。所以那个礼拜他跟他师父就一起去他家车他一起去个小组了。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每一个星期参加我们小组。由嗰阵时开始，佢就每个礼拜都参加佢哋个小组。当然会接触到我们本会的特殊 的道理。佢接受咗我哋教会嘅道理。安息日啦，安息日，饮食啦，饮食。那当然还有可能还有什么？还有安息日饮食，还有什么我们教会的特殊？突然就讲不到。安息日饮食大概是这样啦。突然间想不起、那接触了之后呢他也问了很多的问题，他接触了之后他都问了很多的问题，那我们就尽力尝试的去跟他解释，我们就尽力去帮他解释。后来我就离开了吉隆坡，我就去了台湾读神学了。那当时大教士就离开了吉隆坡去了台湾读神学了。后来我毕业回我又回到吉隆坡做侍奉的时候，有机会见回这个姐妹。当她毕业之后，翻去吉隆坡又见翻呢个姊妹。这个姐妹就告诉我说，呢、这个姊妹同佢讲话，她在我们教会重新受洗。佢喺我哋教会重新受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例子，神有时候会偶尔借着我们去接触一些我们本来不认识的人。神都有时都会藉着我哋去认识一啲唔识嘅人。但是通常啦，他都会用你认识你身边认识的人。但多数咧都系用我哋认识嘅人嘅。那，哎，等一下。哦 ，OK。第三，圣灵带领两个人可以相遇。第三，圣灵带领两个人嘅相遇。神会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好好的聊天。神会令到佢哋有好机会好好咁聊天。因为如果认识没有机会好好聊天的话，那也是没办法。假如没有好的时段去好好聊天，也是没有办法。你讲了。如果没有一个好的timing 俾佢哋去好好咁倾偈，亦都系冇办法嘅。那圣灵也会帮助、那个人，当然那个人也愿意打开心门啊。咁嗰个人都系要愿意打开心门嘅。就好像这个例子里面，这个太监。好似呢个例子入边呢个太监一样，圣经说他读着以赛亚书嘛，圣经话佢读紧以赛亚书。那在当时候呢，圣经手抄本是不容易得到的。当时圣经嘅手抄本系唔容易得到噶、哦，应该也不便宜的。应该都唔平嘅。但是因为他是在他国家里面管钱的嘛，他算是有钱人啊，有权有势。咁佢喺佢国家当时佢系有权有势嘅。他可能在那段时间刚刚上了耶路撒冷去敬拜，可能有一些礼节，他去参加。可能他刚刚去到耶路撒冷那个路上去敬拜，所以就有。那后来可能在当中也有机会买到很珍贵的圣经手抄本《以赛亚书》。可能在当时在他的路径里面都可以是得到买到这个《以赛亚书》的手抄本。那回程里面他可能就 很兴奋的、很积极的在那里读那个《以赛亚书》。所以他得到这本手抄本是很兴奋的，在那阅读。那神就让腓力有机会可以跟他好好的聊天，而且对方还是愿意打开心门的。咁神都利用腓力可以同佢去交流沟通，亦都呢个人系愿意去听嘅。对于一个陌生人，他没有说胡家救命啊，呼叫啊，救命啊！突然一个陌生人不知道在做什么，他没有这样子。突然间有个陌生人嚟同佢讲嘢，佢亦都冇话护家，我要保护我啊，点样？因为但是因为这个太监本身很想知道以赛亚书所讲的那个里面的那些被杀的羔羊到底是指谁，所以他就邀请了腓力上他的马车里面，
跟他一起的 研究圣经。咁呢个太监佢喺度睇紧呢个以赛亚书，佢都好想知道入边呢个羔羊被杀究竟系咩意思，所以佢就邀请咗腓力上佢嘅佢个车度坐啦。然后呢，圣灵就有机会带领他们的谈话。咁所以圣灵先有机会去带领佢哋双方嘅对话。那因为那个人对圣经或者耶稣有问题或者有兴趣嘛，那腓力就有机会跟他聊了。咁对方要对圣经或者耶稣会有问题或者兴趣嘅，咁圣灵先可以带领腓力去做呢件事。通常呢，神也会让他们之间呢有一个比较友善的交谈，而非一些的争辩。咁神多数都会通常会需要一个友善嘅交谈，而非争议。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传道的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有一些人他对什么问题有兴趣。所以在做传道人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对方是对什么问题有兴趣。我们通常可以借着那个问题呢，引他的兴趣，然后跟他谈天。咁就可以用嗰个兴趣引嗰个人对圣经系会有认识同兴趣嘅。然后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可以交谈的时间，不是一直要跟他争论这个争论那个，不是。唔系要成日同佢争论嗰啲或者一啲问题，而系同经过呢个兴趣可以同佢讨论。这个是我在香港的时候的其中一个教会啊，这四个人都是我帮他们查经然后收集的。呢个系喺香港一个香港教会大教士要帮佢哋受洗。最左边那个呢是一个中学生。最左边是一个中学生，他本来心里面有很多对圣经对上帝的问题，他心里面有很多对上帝的一些问题和疑问。那么很多人要尝试帮助他，然后 也邀请他查经啦，也希望他受洗，那他是一直过不了他心里面的那一关。他一直帮他查经啦，祈祷查经。有很多人要帮他。有很多人都帮他查经啦，分享啦，但是他都经常过不到他那个移民那关。后来我有机会被调到那个学校的时候，那个学校跟教会一起的，我就有机会认识他。咁教育士当时就调咗去个教会，系我哋教会起嘅学校，咁就有机会接触佢。后来当然也有机会亲自跟他查经，亦都有机会亲自帮佢查经。然后他就问了很多的问题，他的困惑什么的。咁就问咗好多问题，有都好多疑惑啦。那我也感谢主，上帝能够借着使用我，能够帮助到他解答到他内心的那些问题。咁好感谢神可以令到大教士可以令到呢一个疑惑青年解答到佢一啲问题而接受主。那后来他就决定要受洗了，就不拖了。他就决定立志要接受神受洗。那中间的两个一男一女呢，是那个时候是男女朋友，现在已经是夫妻，他们是星期日教会的。他们中间那两个一男一女呢，他们是男女朋友，现在是夫妻，他们当时是信星期日教会的。那有机会来到我家的小组。他们有机会来到大教士家的小组。那当然也有上教会。当然也有回教会。那在讲道当中的时候，他们受感动。在讲道的时候，他们受感动。就下来的时候， 他们自己跑来跟我讲说，我要跟你查经，什么时候可以查经。他们受感动，他们就主动来找大教士，说可不可以帮他查经。所以在查经过程里面，也有机会帮助他们认识到我们教会的真理。在查经的当中，也都帮助他们认识我们教会的真理。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也决定重新受洗。他们也都决定重新受洗。那最右边那个呢，是教友 的儿子。最右边是教友的儿子。那他本身也是有很多的状况，那我也帮助他很多。他本身都有很多的状况，大教士都帮助他。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例子，这些都是这些例子。最后一个上出来的那个 最右手边那个呢，是我在美国安德烈大学认识的。刚刚出来这张图片的呢，就是大教士在安德烈大学认识的。那就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华人的聚会，当时他们有一个华人的聚会。那我们就聚完会之后呢，我们就吃午餐。聚会了他们就吃午餐。然后他是隔壁桌子的，他是隔离张台的，就听到我跟我太太讲广东话，就听到他跟他太太在讲广东话。他就很兴奋转过来跟我聊天，他就转很兴奋转过来跟他们聊天。你们讲广东话的，我都讲广东话的。他说你、你可以翻译华语了、这个、他就很兴奋说你可以讲广东话，我也是讲广东话，好开心啊。
原来呢，他是中国广东 的一个学生。原来他是中国广东的一个学生。后来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又有机会搬进我们同一个家里面居住，变成好像我们是邻居这样。有个机遇下，他们就可以搬埋一起住一个屋企，又做了他的邻居。那我是租一个牧师的家 的地库住，他就租那个牧师的楼上的一个其中一个房间住。咁当时大教士佢就住嗰个牧师嘅地库，咁佢就住喺嗰个牧师间屋嘅上边一层。那后来这么靠近嘛，也有机会邀请他查经。咁所以住得咁近，所以有机会去邀请佢查经。那后来我看好像是上个月嘛，还是什么的，他就受洗了。咁上个月咧，佢就受咗洗啦。上次我讲到也是有提过，就是他本来要找我帮他受洗，本来他想找大家是受洗的，但是我已经来了这里嘛，他一过不来我就过不去，所以 就没有办法。大家的事个人在这里，所以他过不到你，他又回不到去，所以 他就找了我们的物主帮他受洗，他就找了他的物主去受洗。那他昨天就飞回去中国了，他昨天就飞了回中国了。所以这些例子，他们对圣经有问题有兴趣，好像这些例子他们对圣经有兴趣的，然后有机会我们跟他聊天，然后没有用一些争辩的方式去接触他们，我们有机会跟他聊天，但是不是用一个争辩的方法。第五呢，圣灵也会带领人做决志。第五，圣灵也会带领人去决志，接受耶稣为他们的个人的救主，令到那个人愿意去接受耶稣为个人教主。通常呢不会是一次性的，通常不会是一次性的。当然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是好像一个特别的例子，在使徒行传八章的这个是一个特别的例子，好像是只是接触了一次，然后他就要受洗，好像接触了一次那他就受洗了。可是如果我们细心看圣经的话呢，如果我们是时看圣经的话呢，大部分都不是一次就受洗的，大部分都不是一次性就受洗的，包括这个马太福音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这个太监，包括使徒行传八章这个太监。圣经是说他本身已经有上到耶路撒冷做礼拜了，入面圣经是说他已经是去到耶路撒冷那里做礼拜的，所以他对神真神呢已经有一定的认识，所以他对真神是有一定的认识的。神只不过透过这个腓力呢去推他一把做决定，神是藉着腓力去推他一把做这个决志的决定。同样 在教会也是一样，通常不会一次接触他就要受洗，多数好像教会都不会是一次性接触就会决志受洗的。当然我知道在很多别的教会呢，星期日教会他没有这样子做的，你第一次来你说要受洗他就肯定给你受洗。星期日教会好多 都会，如果第一次来决志的话他都会帮你受洗，但是在我们教会呢通常我们不这样子做，在我们教会通常我们不会这样做的，我们通常要他们查经，通常我们会希望那个人是查经，经过一段时间给他系统性的了解圣经跟我们教会的教义，给他一个系统性一系列的认识圣经和我们教会的教义，然后才对他做出呼召，要问他要不要受洗，我们才会做出一个呼召问他愿不愿意受洗。所以简单的来讲，我们来重温一下我们今天所学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的重点。我们现在重温这个使徒行传八章的重点。第一，圣灵会拣选他的工人，有时候是传道人，但通常是平信徒，而且那些是已经在神的工作里面是积极在神的工厂里面是积极工作的人。第一，圣灵拣选他的工人是一有时是传道人，但多数是平信徒，而那些已经在神的工厂里积极工作的人。第二呢，就圣灵会选出他要动工的人，有时候是陌生人，但通常都是某位你认识的人。而圣灵拣出他动工的人，有时是陌生人，但通常都会某位认识的人。第三，圣灵会带领两个人相遇，有机会好好聊天，而且对方也愿意打开心门的。三，圣灵会带领两个人的相遇，俾他们有好机会好好地去倾偈，等对方可以愿意打开他的心。
第四呢，圣灵也会带领他们当中的谈话，会提到可能他们对圣经啊，对耶稣所有的问题啊，兴趣啦、啊，然后让他们能够好好的、友善的交谈，而不是争辩。咁四咧，圣灵会带领佢哋之间嘅谈话啦，令到嗰个人对圣经或者有耶稣嘅疑问嘅兴趣，咁咧会经过一个友善嘅交谈，而非争议嘅方法去对话嘅。然后呢，第五呢，圣灵会带领那个人做决志，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通常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可能有一系列的。咁第五咧，圣灵咧会带领人去决志嘅，咁嗰个人愿意接受耶稣为个人教主。一般咧系唔系一次性嘅。最后我给大家看一个影片，短片。接来俾大家睇一个视频。This like every week, but would you like to ride to church with me? Oh, come on, Mrs. Edwards, you like my church. We have some hot music. It may not be what you're bumping at all, but it's hot. We get down. What do you say, Mrs. Edwards? I suppose.I've heard it said that 80% of first-time church visitors come because someone personally invited them. All people need to feel loved and wanted, and for some people, it just takes having someone offer to give them a ride to church. We have something great going on at this church. People's lives are being transformed by God's love. Your homework this week is to find at least one person who could use a little more of that love and invite them to come with you next week.Trust me, it's worth the extra effort. Mrs. Edwards, you want to listen to some music on the way? Go ahead, your choice. Okay, here we are.大家睇唔睇得明呢个影片呢？刚刚开始那个音乐出来的时候，我还以为这个是这个黑人在听那个音乐。个影片一出嚟，我哋仲以为系嗰个黑人喺度听呢个 hip hop music。原来不是那个黑人在听音乐，原来是那个老人家，是他听这么 hot 的音乐，这么热的音乐。原来系嗰个老人家喺度听紧呢个音乐。而这个黑人年轻人就跟他所谓的。做一个桥梁接触，哎，他也在听这个音乐，也响应他的那个节奏。咁呢一个黑人就同佢响应话，佢大家都系听呢咁 hot 嘅 music， 不如同佢即系有一个 connection。那这个黑人也说，他每一个星期都问他邀请他来上教会。个黑人话每个礼拜佢都经过，都邀请呢个太太一起去佢嘅教会。当然很明显的，这个老人家一直都不要上教会嘛。好明显呢个老太太系一直拒绝嘅。直到这一次邀请他，他可能觉得很烦啦，没办法啦，那就去吧，这样。咁可能觉得咁觉得好烦啦，咁就呢次我同你去啦。但那个黑人也讲，哇，你喜欢听这种这么火辣 的音乐的话，我们教会也有了，虽然说跟你的可能有一点不一样。佢话我哋教会你咁中意听啲咁 hot 嘅音乐，我哋教会都系噶，都系好热烈噶、哦。那后来他上了那辆车之后，最后的阶段，有没有发现咗什么东西？咁佢上咗车之后，佢又你哋有冇发现一样嘢？有发现咗什么吗？啊？圣诞音乐，有圣诞音乐吗？刚才那个不是圣诞音乐的，没有。他上了车，跟他到教堂有多远啊？他的教堂就在他对面，很靠近而已啊，走路就可以到了，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这个黑人还要去邀请他，还要载他过去？
點解個教堂就喺個老太太嘅對面？點解你仲要揸車車埋車佢去？原因因為不是那個教堂有多近跟多遠的問題，是你邀請他，你跟他一起去，就算是這麼靠近，你載他，他有人陪，他比較能夠接受。唔係個教堂遠定近嘅問題，而係有個人陪佢行入去，同佢去嘅呢一個陪伴。所以你的身邊如果有這樣的朋友，如果你身邊有咁嘅朋友，邀請他們，尤其是我在後面的時候，那字幕是我上給你們，方便你們看。那後面的時候我加，欸，我們這個12月20號，我們有聖誕的那個音樂崇拜嘛。我哋12月25號有一個聖誕音樂崇拜啊，咁如果你屋企左右附近嘅都可以邀請佢嚟。对啊，你讲了，我还没讲的。哦、oh, ，OK， 那你们就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这个音乐崇拜。咁你哋就大胆嘅去邀请佢嚟参加啦。虽然说我们教会啊，现在卫生局有规定，就是说有打针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到 100% 嘛，就可以完全可以坐满。我们这里可以坐160人。我哋呢度系可以坐到160人，如果有打晒针嘅话。就算我们当中有人没打针。如果当中有人没打针的话、哦、对，还有就是政府有给一个例外，就是说12岁以下那个是例外，是豁免的，他们不算在我们的那个不打针 的人数里面。入面有通告说是12岁以下的就不会列入在这个vaccinated 的范围里面。所以12岁以下的可以来我们这里聚会，然后我们不算他没打针。12岁以下的如果来的，我们不会计不计他打了针没。可是12岁以上，如果当中就算是我们有人没打针来到我们这里聚会的话，如果12岁以上也都有人没打针来到我们教会的话，只能够 50% 嘛、那就只可以 50%。 那就是我们160人的一半，就是90人。那就是160人的一半，就是90人。所以我们可以去到90人、80、啊、对不起、哦，160一半80，算对不起啊，算数不好。系160嘅一半系80。啊，80，我们平时也没有做到80人这么多。我哋平时都冇做到80人咁多。但如果为了方便，你可以问一下对方你要邀请的，他有没有打针啊？如果打针来的话，那么大家都打针，那就没问题，百多人没问题。如果打针嘅嚟就冇问题，如果冇打针嘅就通知下佢下啦。所以这个圣诞节，我们让这个圣诞节是作为一个布道的一个活动，邀请身边的人来参加。咁我哋呢个圣诞音乐会就当作一个布道嘅音乐会，邀请人哋嚟啦。当然，我们这里是160人，我们这里还有两个房间嘛，楼下还有嘛。如果真是神赐福，哇，你大家又很积极，超过那个人数的话，把人放在里面，那当然是可以超过160人的。如果神祝福，如果真系好多人嚟嘅话咧，咁我哋入边啊，楼下都有人嘅，我哋都可以安置来宾就坐呢度，我哋就坐入边啦。对，来宾就来这里，我们教会可能就坐旁边啦、啊，在楼下啦，这样子，让来宾在教会里面。咁就令来宾可以坐喺教会同我哋一齐。好，让我们一起的努力邀请人来参加我们这个圣诞节。努力的去邀请你身边的朋友。上帝赐福你们。嚟参加呢个音乐会，上帝赐福。谢谢戴教授带给我们的信息。多谢戴教授带给我们的信息。所天感人应，我们要回应。所以我们回应是要唱238首《尽力救人》。我们要回应神，所以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是《尽力救人》。可以弹快一点吗？谢谢。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非常感谢主，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跟你同工，一起的来做邀请人来教会，或者是参加教会的活动的一个媒介。愿主你的圣灵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在为这个12月25号圣诞节这一天来做准备，邀请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来参加。愿主你的圣灵大大的感动我们，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会众请坐，各自默祷，然后安静离开此地。Thank you.